好久。我冇看，因为之前我们在打篮呐。你没空吗？哦。还没弄完哟。没有哦。好。嗯，好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嘛。好，要得。没空哎。好。走吧。走。哇，你看他们在种那个南瓜嘞，哪个南瓜看嘞？啊，好大个南瓜。哦，那个还有一个看嘞。哇，两个，四个看嘞。茄子，那个南瓜。哎，天台上别个种好多菜哟，种得好好哈。走嘛，我们下去吃饭。啊，我们下去吃饭。他说他没空。我们就是。好，我是婷妹儿。我的牙齿好了，所以我们哥大姐来推荐。明天，今天的话，大姐带我们去吃牛肉，因为上次因为牙齿痛，所以没吃。大姐说给我补回来，今天带我们吃好吃的。她说下面那个牛肉推的好吃，今天带我们去，走。我们吃完饭已经出来了，结果走在路上已经下大雨了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被淋的。看水，都干完了，都淋湿完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